天的主角是泡面。台湾人爱吃泡面，高居全球前十名。根据统计，台湾一年吃掉8亿包泡面，速食面年产值超过100亿元。现代人经常选择方便又快速的泡面果腹。到底泡面为什么可以存放这么久不会坏？色香味俱全的酱包里藏有什么惊人的调味剂？好好吃实验室，陪你揭开美食的真相。